吃的排骨饭哪里找？美食爆马仔爆合力塞。这家店的排骨饭啊，精选20公分的大排骨，是以特殊果粉油炸，不油不腻，更吃得到排骨的原味。一天啊，就可以卖出700份以上哦。这家位在通化街的便当店，已到了用餐的尖峰时刻，可是人手一碗排骨饭。我觉得它的排骨很特别，因为它排骨卤过再炸过，所以它的那个口感也很软，然后它的那个配方我觉得蛮独特的，外面会觉得吃起来有酥酥的感觉。店家特别选用将近20公分长的大排骨，直接将粉放进含有中药豆瓣酱的腌料中，涂抹均匀，按摩之后再放入冰箱，一天入味。炸得金黄酥脆的排骨，外表没有多余的粉，完全吃得到排骨的原味。而排骨饭的另外一项美味关键呢，是要将重点放在它的米，选用足足比一般米贵20%的苗栗上等水晶米，米粒饱满，吃起来香 Q 又有弹性。他们的米哦，口感吃起来很 Q 很香，还不错。因为我吃很多年了，从他们开店的时候我就常常来这边吃了。上等的水晶米加上1、2、3、4、5、6配菜，比一般便当店多了3样，营养均衡更加分。配菜选择性很多，而且它的蔬菜都很新鲜，然后它那个蛋都炸过的，比较特别。店里还有这一道3杯杏鲍菇饭可以选择。3杯杏鲍菇原本只是便当的配菜之一，因为太过高人气，老板娘将它晋升为主菜。想要知道哪里还有好吃的排骨吗？